我们先插上气管，这里8毫米的气管插上去，然后电源我们把它插上去，然后这里我们调这个温度，我们把它升到200度，好，现在我们设定的是200度，这是实时温度，这是设定温度。这是双储分的胶水 AB 型的，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啊，混合一起。这是台湾客户寄来的10毫米的塑胶管，打胶对接，现在温度我们是调到200度，时间12秒。这可以的，这切口也很平整。这个呢是2毫米的管子，2毫米的，很小。这边是打胶啊。这个模具我们跟人家开的是2款产品啊。